文该怎么念？脸书上有高中的老师发起活动，只要谁念成 Mo 就会被当掉。网友说不只有 Mo， 还有人念 Milo， 尤其在百货公司的柜姐最常出错。另外还有百分比，大部分的民众都会念趴，到底正确的发音是什么？来看以下的报道。全身喷的庞公公，不论是香水还是化妆水，单位用 ml， 也就是毫升来区分，但大家通常都这么念。哇，你这几毛的哈？这100毛的呢？毛 more， 几毛几毛呢？哎呀，毛比的毛嘛。到底是毛还是卷舌的 more？ 还有网友说可以念 milo 吗？百货公司一堆柜姐都乱念，让物理老师嘛听不落去。台中有高中老师甚至在脸书发起活动，谁再把毫升念成墨就把谁当掉。而真正读音其实是，其实是 ml， 并不是多少墨，这念成 mil 才对，而是全名叫 milliliter。原来不念墨而是 mil， 但将错就错的还有这个字。哇，40%嘞呢？酒精浓度40%，这个趴也就是百分比，原来是来自日系英文 percento， 而真正的念法应该是 percent。网友说，甚至有人更离谱，把 percent 念成 person， 避免闹出笑话，乖乖念中文，百分比最是保险。记者黄翔富、彭欣，台中报道。